铝有色，倒着油加热的管道阀门，这是个吸油管，出油管也是个。一次油炸完了之后震动，震动完了之后，这是烫，真烫，嗯，也算是个平烫吧。二次油炸，这个震动筛上面这是个喷桑胶镜的，喷上之后那个桑胶片就有个桑胶的味了。人工把好的香蕉切片，切片进入炖这个漂汤，漂汤完了，气松风吹一下，风吹一下之后油炸，一次油炸。